然后我就绑好了，就是长这样子。嗯，来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，然后它是这样，然后如果你绑好的话呢，它前面就会这样子交叉，有看到吗？嗯、还 OK 吧？有气质吗？它是宽的哦。对，有看到。然后你们不要就是说，哎，你们会不会痛？因为本娘现在穿的是黑色小可爱，嗯，所以你们就是不要担心说这件衣服会痛。然后 IG 朋友，如果万一你们觉得这件衣服好像很痛的话呢，请你不要怪他，因为我现在穿的是黑色的小可爱。对，就是我的同学就是穿一个深色内衣的概念在跟你们大家讲话聊天。可是我觉得看起来也没有到很夸张，不会夸张吼。对啊，来来来，你们看，就是你们可以绑出就是像这样子的 V 领的，不是 V 领，就交叉的感觉，有没有看到？嗯，哎，这设计我跟你讲很时尚，很韩货哎。对呀、啊，很像那种韩货挂板会出现的东西。也可以配那个西装裤，也蛮好看的。对，你们可以就是搭配你们自己的西装裤，是那种你每天上班会穿的那种束束的。其实也可以搭这种小短裤啦。对，也可以。对，只是板娘想说穿比较素，不是比较气质、就是，比较气质的感觉。就毕竟我们要当韩国小姐姐，或是我们要当韩剧女主角的时候，要当伊势力。对，这样子来。